到底。你们男人对于这个发型有什么执念啊？怎么连我们弄个头发，你都管东管西的？谁管？没有要管东管西啊！有，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你们美美的。哎，你们对美美的定义很奇怪，好不好？像我朋友那天呢，就想要剪个头发嘛，所以他就拿了照片啊，一个烫直的头发给他老公看，然后他老公就说：“嗯，是不错啦，可是这样那么直，会不会有点像贞子？”哦呦哦，对不对？直直。那于是乎呢，好啦，直发不行，所以他又拿了一个就有卷度的那个照片给他看。但他老公就说，嗯，是不错看啦，可是这个卷会不会有点老气？到底到底，所以后来问他到底喜欢哪个发型，他又纠结半天选不出来，所以我朋友后来就不理他了，干脆直接去剪个咔嚓大短发回家。那他老公不就气炸了？对啊，他老公回来说，哎，你剪这什么发型？怎么这样咔嚓就把它剪短了？你都没跟我商量。然后我朋友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秃头秃成这样，你有事先跟我商量吗？对，观众朋友，到底是人妻过度不拘小节，还是人夫不骂起来？你们真的很逼人呢，这集扒马国贤就对了。哎呦，真的。真的。